科大智能以工业加智能为核心理念，将 AI 前沿技术运用于工业升级改造，量身定制以智能终端为核心的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为各行业客户实现更多商业价值。智能工厂，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基础打造的智能工厂，具备数据直观呈现、精准流转调度、质控追溯体系能力，通过智能物流系统软件连通上下游，构建智慧供应链，聚焦 5G 加工业泛载物联网，完成工业基础设施的广泛连接和全面感知， 实现生产过程工艺参数的在线优化和智能分析，从源头上保障产品质量，提质增效。通过机器视觉和深度学习算法完成生产过程中的产品质量分析和缺陷检测，取代人工检测，实现过程质量闭环控制。 在汽车智能装备领域，通过生产自组织系统智能调度，实现数字车间柔性制造，视觉引导汽车轮胎、座椅等设备的柔性化自动安装，为汽车个性化定制模式创造技术依托，应用多智能体、分布式在线决策算法和 5G， 实现 AGV 集群的整体调度规划 和多 AGV 协同作业，以应用于国产大飞机制造车间，成功实现大尺度工件的多 AGV 协作搬运，深化 AGV 加概念，将其打造成高精度装备平台，在轨道交通领域率先研发高铁、地铁、列车巡检机器人系统。智能电器， 凭借电力行业多年深耕经验， 积极布局5G 加泛载电力物联网， 将AI技术 融入泛载电力物联网感知层终端设备， 以电力设备检测加AI打造 仓检配一体化的电力行业智慧供应链，所研发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已广泛应用到变电站、配电站设备在线监测、 带电检测等关键场景，赋能智能电网建设，助力构建新一代城市能源互联网生态圈。 随着5G时代加速到来， 工业领域迎来深刻变革，科大智能将持续探索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创新，改变传统模式，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实现智慧生活。